是今天很好吗？六号本身，它本身就花一笔比曼尼这四颗了，那这个五颗都正常。那你先生已经帮你选了，可能一号加二号是他心目中的，那其他的三颗就会两颗动一只跟一颗动一只，好，如果你同意的话，就要让你哈。医生，我觉得三颗动一起了。没有，将你将来是你将来你将来会一起解三颗，这样子的话会比较没有弹性。我宁可两颗跟一颗，因为你将来一起租三个的几率很低。低啊，因为那个因为你三个租，是我们还有能力，你最多再做一次，如果没有成功的话，万一呢？我想都是万一，你可能再做。确定哦，我三个动一起就表示跟一颗跟两颗动成本考量没有差，都没有成本的考就没有差啦。就两颗一颗的话，就是说将来可能放两颗，那你有三颗的话，就将来势必放三颗，就是我变成被绑死了。但是两颗一颗的话，全部都解冻，你的意思是这样？但你将来如果三个要植入，也是我可以两颗加一颗解冻之后一起三颗以后，二加一的话，我比较有伸缩。你三颗的话，就是我觉得。OK， 好，那、啊、就二加一，就是我们放两颗你上心目中的，那其他的就二加一动起来。好，这个是这台距离这里是一米四二公分。